这一集啊，我们要抽出泡泡玛特的小野重塑系列一中盒全开箱，然后这一集我们要送出来两盒小野的盲盒，然后那是之前阿森抽到的，然后都不是第一款，都还蛮机油的，然后没有什么关键字，那我们现在是复制连结，贴上。然后总共啊有85个留言，然后抽出两位，然后抽奖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恭喜第一位 CCCC， 然后第二个是宅女世界，然后恭喜这两位网友啊。好，记得在说明栏啊有说明如何让我们的小飞寄送给你，然后打开铃铛，然后加 FB 粉丝上按赞、订阅、追踪等等之类的。好，然后没有给我们小编，我们就会将盲盒寄给你。大家拜拜。